卤蛋当家。好，回到欢迎收看卤蛋当家。卤蛋当家。好，我们这一趴呢，又是请来了两位啊。我们现在是高端玩家。你不要唱，你刚刚讲了什么？高端玩家，好，这个是不是？是，我们就直接先进字卡，好不好？是的，看一下。好，第一位是我们的伊达，伊达，是不是？伊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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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想要的念法吗？就伊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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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帅帅的啊？兴趣是看电影跟玩方块，是指那种益智游戏那个小方块吗？还是电动玩具？俄罗斯方块。好，就只有俄罗斯方块，是太简洁了，是不是？啊，还是个学生啊，喜欢玩的是来念一下。Tetris， 我们请专业来念一下。Tetris， 是不是？Tetris， 那后面那个呢 ？BNB 是什么？抱抱王。哦，抱抱。好，这是个恍然大悟的体现啊！哎，这超级恍然大悟。是不是？那自我介绍是啊，就是玩了电动玩具四年，玩 TOP 是哪块游戏啊？就是 Tetris Online Poland， 本来是日本的一个官方的官方。官方不要刷白冰与病，对，就是后来倒掉之后，那个有人架伺服器，就是伺服器来给大家玩免费的，真是有心。King of 这是什么 ？Takers， 就是一个回合制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哦，又是俄罗斯，是俄罗斯王，超级俄罗斯，真的不愧是高端玩家。是，那我们换下一位，另外一位字卡啊，小唐，就是。兴趣是踏青跟电玩，哇，这两个有点跳脱，哇，这个反差不错。可以踏青玩电玩啊？踏一边踏青一边玩电玩，是是是是，现在很高科技啊，高端。那个是待业中啊，为什么要待业就算了，不用写出来吧？来看别的喜欢的游戏啊，是超级马亮啊，俄罗斯方块跟神奇宝贝，是认屯是吧？啊，认屯认屯好。自我介绍是啊，这个五岁开始玩这个。Tetris， 你练你忘记了？差这么一点点。目前主要玩就是还是玩 Tetris 系列啊，然后包含就后面有很多这个英文类型游戏，全部都是俄罗斯方块。好，我们欢迎两位。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两位玩俄罗斯方块的达人，没错，是的。那这个首先啊，先请两位这个跟观众 say 个 hello。先伊达先好了。哎 ，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达。哎，就是。啊，够了够了。好，大家好，我是小唐。好，欢迎。那我先问两位，太尴尬，太尴尬，是不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简短，但是简洁有力，好吗？好，你去问一问。好，先问两位，当初是怎么接触到俄罗斯方块？听说小唐还是从五岁就开始玩了，开始玩。开，你五岁玩的是那种对啊，大街上那种大型机台投十块那种吗？哦，我那时候。负担不起这种经济负担，所以我玩的是 Game Boy 的，卖的最好的就是掌上型最初代的 Game Boy， 然后那也是俄罗斯方块第一最初代版的。Game Boy 最初代版。可是 Game Boy 的负担应该比较重吧？Game Boy 可以玩多台游戏啊，你买了一台就可以一直玩，对啊，就可以。你买了一台的钱，可能可以投个200。没有没有，你知道那种大型机台投钱下去就是一个坑。那个没有玩过，它营地是一个坑一个洞，你很夸，你不要钻鱼币，钱算起来不得了。对啊，玩一台就好。那您这五岁的 Game Boy 从哪里来的呢？天上掉下来的？真的，你用就爸爸买的，自己存钱，就是买的，那时候那么小。我们不要问那么多人家私人的问题。等下你爸爸现在不后悔当初买的那台？我需要问，他觉得很荣幸。真的吗？他到现在就觉得，哦，当初真的是把你推进这个坑，真是太好了，是不是？当然。当然，真好。那义达呢？怎么当初怎么接触的？一开始就是在宿舍，然后也没什么游戏玩，然后室友就推荐我玩 Facebook 的 Battle， 嗯，之后就玩玩就变高手这样，随便一玩就变高手。这个 Battle 我们红起来是在刚好是大二大一大二，对，五六年前，差不多大一。你五六年前？四年前，我是四年前。你是四年前，那大概晚一点点。您现在贵庚啊？20，哦，那很年轻的时候玩的，哇，这高中就玩了哎，那个时候就摸，然后现在就变高端玩家，高中随便玩变高手，真的是蛮厉害的。那我们问题就是玩俄罗斯方块，数学跟空间感是不是要很好？空间感，像你觉得我们的空间感如何？还是其实还好，我觉得不要攻击，还好，其实。没有，因为我还蛮好奇，就是因为俄罗斯方块，它就是像我所知，就它就是方块叠起来。但是类似的游戏其实蛮多，像魔法气泡之类的，或者是
刚刚 Sandy 以为就是那种，我以为是对那个那个是叫什么魔术方块？对，那个是不是你俄罗斯方块玩起来以后，对你玩其他有什么帮助？像你玩魔法气泡有没有更强啊？或者是你转那些？我没有，其实是没有接触到魔法气泡这个游戏，就一直玩俄罗斯方块。哦，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玩的类型，俄罗斯方块类型就只有俄罗斯方块。对，就只是问题出在它不一样的游戏上而已。人家忠诚度很高哎，游戏忠诚度很高。那您数学好吗？还算 OK。哎，可能是真的有点。现在还是学生嘛。我是日文系的。小唐的数学好啊。哦，数学爆烂的。那这个大概就有点冲突了。我想这跟个人的。所以跟数学跟空间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关系有关。谁问的？两位都说廖哥啊。那你好像不是廖哥啊。他说哦。好，算了。那玩方块有什么？那个方块有什么技巧吗？因为其实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也有玩，然后我都玩超烂。你有玩吗？也。就俄罗斯方块大家都会碰、啊，对啊 ，Facebook 的时候、啊、你应该有玩，每个人都会碰 ，Facebook 可以用。那有什么技巧，或者叫什么转踢什么？踢转。哦，踢转。踢转。抱歉。那除了还有什么叫新手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小技巧，简单又实用。简单又实用的，就是有这个俄罗斯方块的论坛，它有提供俄罗斯方块维基百科。哦。它就是各式各样的攻略都有了。然后可以去找资料。俄罗斯方块的攻略，就是它有一定的排法，然后一定的招式的摆法这样。招式就是有一定的招式，等一下会看到。OK， 好，现场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的既定对俄罗斯方块就是排四排，然后一直削，对，它就是这样，可以削就好了，印象中就可以削就好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是知道有连锁型的玩法啦，这个你们也会玩吗？对，就是 combo，、啊、就是用 combo。可是，一般这样子的 combo 的计分也是会计进去吗？会啊。就是怎么讲？比方说你连续 combo， 它的分数是一样会叠加的，还是就分数会越来越高？combo 越高，分数就越高。这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规则吗？还是某个时候才有？大概从2001开始吧，就是开始有 combo 的概念，好久远的历史。就那时候有那个开始有一定的转法，然后方块。随机的一定的顺序，大概七个方块，就是方块以每七个为一组，一到七个是不一样的方块，八到十四个是不一样的方块。哦，还有一个顺序。所以这其实有一点跟数学还是有点关系，对啊，就它有个逻辑性在。对。那我想要知道你们两位有参加过世界比赛之类的吗？或者是台湾现在俄罗斯方块有比赛吗？就论坛会有。国外的论坛会有比赛这样子哦，全世界可以参加。对，你指论坛是像巴哈这种大型的游戏论坛，还是国际性的那种？国际性的，是否俄罗斯方块的论坛？就国外的一个论坛。他觉得我们奇怪，就论坛的论坛，他无法理解我们到底要问什么。问的超烂，就论坛啊，我们在一边都无法理解。抱歉，这个论坛，对不起，我问的。对不起。然后就是一个专门介绍俄罗斯方块的论坛，就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介绍维基百科那个。哦 ，OK， 所以你们两个有参加过吗？对，有参加过。有什么好名次吗？他大概有到32，我到64名。哦，全世界。世界排名。好猛哦！算是代表台湾吗？不算了，自己参加这样，算是个人的那个，对，就是那个怎么讲，业余。对，还没有到职业就是。对啊。这个是有在打职业的，台湾有吗？没有吧。台湾没有。俄罗斯方块，那世界上是有在打职业俄罗斯方块？那个不清楚，就是韩国好像有吧。韩国啦，韩国还真是韩国人，韩国我也没有听过。有专门在电视上播的比赛，像汉堡王有赞助。哦 ，Burger King。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俄罗斯方块从以前到现在还算是一款就是大部分久不衰的游戏，大部分世界上都是打发时间了。打发时间，对一般玩家会去碰，平凡人，你们玩到高端玩家的状况应该是比较少了。你们有在玩其他游戏吗？我没有，完全没有，没有。现在比较少，就是那个上班或者是找工作之余，就是打发时间，就是休闲，完全玩一下俄罗斯方块。嗯哼，不会受到诱惑啊。你要拉人家进什么坑吗？啊，没有，只是问。因为刚刚有人好像是认屯，是不是？哎，就是电脑太烂，所以电脑只能玩。那如果你有办法，就是弄到一台很好的电脑，可能不会玩吧？你就不会去玩俄罗斯方块？对，
就开始接触别人，我就一个原本就是、哦、我可以理解。你会不会路上经过那种俄罗斯方块那种大型机台，你会不会就是很忍不住经过，就是想要投一下，然后玩一下？会啊，只是可能那个现在很少了。台湾好像很少，甚至要到那个吧，就是汤姆熊一类的地方才看得到。对，汤姆熊，那个西门町的万联大楼隔壁的电影院楼上有一台，然后台北地下街也有。是这么偏僻的角，边边角角找到了一台，好难过。因为你知道我对俄罗斯放印象永远都是经过有人家那种赌博的那种电子游戏机外面，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大放在那边，然后每次都经过就是大叔，然后一口烟一口酒，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咚一口酒，咚酒也太嗨了，然后他们听到那个咚，然后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玩什么，他们看的都很快。那我想说，人家大叔打的都那么厉害，那两位到底厉害？到底是可以到多厉害？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没有啦，你这边听起来应该是不一样的那种 label 吧？啊，那你们玩俄罗斯方块最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两位各讲一点。就是从以前玩到现在，为什么还是会到现在还是一直在玩？他们吸引你们的点是什么？我觉得是可以对战吧，就是输赢，就游戏啦，可以电人、啊，每款游戏都可以对战，然后。那个可以训练反应跟那个判断力，有的时候有那个攻守，有的时候要判断时机，然后什么时候抬高，什么时候抬低是有差的。哦，动动的。那你觉得这个对你现实有帮助吗？如果一台车突然撞过来，你跑掉？好烂！你这样要不要说你玩 GTA 有一台死有人拿刀菜刀砍过来，要怎么那个？好，我玩电动玩具玩这么多年，还没有闪过一台车。一打呢？所以我觉得就是玩不腻，就是每次。出现的状况都不一样，有新鲜感，对，新鲜感很重要，没错。那你觉得你反应力很好啊？还好。那如果今天你突然看到一只猫冲过来，你闪得掉啊？闪不掉。好，看来这个对现实的帮助真的是归零了。玩电动玩那么久，各位家长如果在看的话呢，不要再让小孩子打电动玩具。你不要这样，你自己玩了那么多游戏，我是电玩节目。我家长才管不到我。你说哪一款游戏对你有帮助？跟我讲。血缘诅咒，血缘诅咒。哇，我的抗压性变高。可是。你看怪一次来两只我都比较应对能力。好啦，我们不要再废话了，我们多留点时间给我们高手玩游戏，好不好？是是是。好，没关系，这个跳过好，我们直接进这个游戏画面，好不好？好，我们直接高手来带，OK，表演给我们看。这是什么游戏呢？这一块？这个叫做 Cultures， 然后这是它的第二代，画面先切到另外一台电脑。那我们先带这个，现在是谁的画面？现在是我的，啊，一打的。先切到小唐的吗？行不行啊？好，这个应该是了。是吗？对，好，那为什么要先切过来呢？先切过来，就是我先玩。好 ，OK， 小唐先玩。那这是一个，我先玩这个好了，因为我觉得想要介绍。哦，这个是网界，这是 Facebook 的，大家先熟悉一下。好，这个 Play Now 还是什么东西？Play Now， 我就先给一个冰果。就冰果是出任务嘛？出任务达到任务的话，你就可以有一天的无限的能量。哦，这么快乐。对。以前这个能量没了就不能玩，对啊，以前能量这都要就电池，真的烂的设计。好，然后现在我就是那个配备一个鬼影方块，就可以了。鬼影方块是什么东西？这不是有好友排名吗？就是画它的那个方块突然消失是？也不算是，就是 ghost colors， 就是底下它底部会有残影这样。哦，底部会有残影，有没有看过？残影没有，就是等一下看到了很。哦，这个就叫做 ghost。对，原来这个就是 ghost。哦，原来它就叫 ghost。我把它当辅助。我也是把它当辅助。也可以当辅助，没错。帮助你叠。对啊，才不会叠错。现在是小唐对路人。那就直接开战。直接打一个路人。对，直接电路人。电路人有点。这应该会排到同一个差不多等 label 的吗？它刚好像有一个积分。然后这是厚的，就是可以保存方块。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好。开始。好，小唐。Ready。什么 ？Fight！ 好，是 Go。太习惯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唐啊，那个转踢，对，刚刚踢转，踢转，然后这个是三层踢转，三层踢转，三层，哇，哎呦，他左边那边叠了，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哇，太快了，直接一条命就打掉。小唐说：“我都还没开始玩呢，快了吧。”
我直接放了一招，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这是十秒解决一个孙悟空，差不多了。这个1892就是你的积分吗？算是评价吧，世界排名吧，评价。对，刚刚玩得不够，再玩。然后大家，我觉得这样任务达成了，然后所以就一天的 ticket， 一天的票，一整天不用耗。对，一整天。哎，怎么没有出现？不管了。好，然后就是还有值得提的，就是说，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这边可以调速度这些？哦，设定调一些那个。对，就是 line clear speed。它掉下来的速度。蛮多有经验的老手玩家就是不太喜欢玩 Tetris Battle， 是因为就是它门槛太高，就是可能要花钱或者是花太多时间来达到这些。基本上、哦、要去养自己的能力、对，就是能力，因为你能力不足的话，更不能跟高手平起平坐。大概是这样。我像我现在玩这个比较大家比较常玩，我就先跳过了。OK OK。好。好，这个就是 Facebook 上面的。是的，这个是第一款 Tetris Battle。Tetris。然后现在这一块呢？这个就是 Cultures 2， 这主要是 Cultures 2， 主要是 Combo。然后这边可以调很多。设定啊，操作像是逆时针旋转、顺时针旋转180度，哇，逆时顺时180度了。然后还有调方块移动速度那些，哦，然后一些设定、颜色这些，还可以。这个也是可以线上找对手的。对，可以找这样，就可以开局开房间。这算是全球的吗？对，可以开房间，然后很多各式各样的玩家都有。所以一打也是玩这种吗？他不是玩另外一种，好，那 TOP， 等下请。这个都是免费下载的。对，这个团队是免费下载哦。那打这个名字上去就可以搜寻到了。对 ，OK。对 ，Cultures 2。那现在这个是 online 是大家在对？这个还不是，这是训练模式，就有很多、像是画面翻转啊、隐形模式啊，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各种过关。就还有限制你速度，限制你限速，然后破关的，就不能打太快，你反而会挂掉。陈猛。那我小唐直接进 online。我们现在那个一打也进 online 哦，我们两个对打，两个对打，直接对打了，这么刺激！要开战，等一下，我先不要跳画面哈，先玩一下隐形模式，隐形对 solo 的，什么东西？哦，就是下来之后它会不见，好难哦！要看我记忆力是吧？我靠，你像是空的。或者隐形模式，哎，我不懂哎，就是你落下去之后，它就是消失掉。我的不懂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玩，就这样，大家都看不懂，就这样子玩。哇！然后我就消了十行，消了十行。然后这边就有各式各样玩家的各国的记录，然后有人对啊，就时间还有影片可以看，但这个人是可以看他的影片，对。真厉害！那我们现在就是跟那个另外旁边对手一起，好，一达跟小唐直接先两个电脑一起用 ，OK， 直接说先来尬一场。那这个是只看得到自己的画面吗？还是会像那个 battle 那个 Facebook 一样看到对手画面？都会看到，哦，都会看到。开 new room， 然后组队玩那个一般模式。好猛！你们是组队打玩家呢，还是自己两个对战这样？我们是对战吗？对，要对战，我们要组队跟另外两个人打。哦，你们两个组队。哎，可以打招呼喂，嗨。Team together。是总共会有四个人。哦，我看起来是粉红色。三组。是三对三。应该是二对二对哦。会看到别人。你选红色。我选黄色。啊，你们我帮你选红色。好。这样就是他们是好队，然后就可以进入，允许人家进来的画面。哦，好，这样就开始吗？等下还没开始，你先按那个 space。哎，另外一个人画面可以一起看吗？还是这样可以自己是控两个人？可以调两个人的画面吗？有那个办法。等一下，怎样再调好了？等他先重用，好，这样应该可以了。然后伊达是那个我们现在另外一个玩家。有，现在开始打。下面伊达那边，我看到。
那个手速，哇，那个特别红，这个红的超级。他们还可以电人呢、欸，这是恭喜。我已经看目不转睛。别我。这就是高中玩家之间的 battle。啊，有点 lag， 一打有点 lag， 先停撤退。对，一打先休息。哇，这个盖高楼啊！哇，连对手猛哎、欸！真的。可是这个手速超快哎、欸！一打跟小唐那个手速，我的天哪、啊！再一次，再一次。高端之间的画面。对。玩这游戏就一直听到空白键的声音。对。太高了！哇，那太强了！太强了！对到两个高手，真的。你要不要那个画面解析度调低？哦，他们有点那个解析度调低，有一点点钝是吧？对，他完全有点钝。这边可以调看人家的那个国家还有排行。哦，所以这是。国旗大国吗？看不出来，我是没有在记那个国旗。你要调那个解析度。好，那解析度调低，他们就不会那么累。我解析度本来就很烂。一打在打，对，这是一打。对，是一打。蓝白网。像那些灰色的部分是可以消掉的吗？还是就是要看谁先叠高，第一手也是可以消吗？这个游戏就是 combo， 主要以 combo 为主，它是有计时器的。嗯。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圆圈，那圆圈显示的时候就是时间开始的时候。嗯。那你消越在时间之内，你消越多就是、啊、就越 combo 就越强。太强了。就它速度是累加的，攻击是累加的。哦。鬼神，你就给我玩这个我不擅长的游戏。哦，这是你不擅长的。这个伊达没那么擅长。好，那我们等一下伊达介绍他擅长的给我们。不擅长玩仗剑的。有，起手不错。我对面也很好。这边是一个韩国非常厉害的女玩家。哦，女玩家是美。哎、欸，你们互相认识哦？认识。啊，他们认识。哦，好猛哦！就他们 label 应该上面就是那些人。对啊，顶尖那些人，常常在玩，互相的。超级专挑。就是他一 combo 的时候，可能给了一行；二 combo， 第二次 combo 就一次给了两行，就累加的。然后十 combo 的时候，就可能一次攻击十行。哦。所以还是要先玩好的 combo。叠 combo 对。所以他右边有在跑的 combo 数。对，然后他就有时候掌握那个时间，他有一定的节奏，或者要么就是打很快，要不然就是一定的拍。叶子刚问了灰灰的，然后刀子下面就可以消掉。灰灰也是可以做，对，还有就是被对手做出来的，对对。补满它也是一样的。高阶之间的战斗。好，这一款游戏叫做 Cultures Two。Cultures Two。这款叫我看一下，它怎么分 ？Cultris。我们换游戏吧。Two。OK， 我们先换到这个一打比较。没有，先换我先那个表演一下四十行。OK。这个叫做 No Pomono。No Pomono。对，就是它是很快的游戏。这是第三款，这么多炫酷，这好像是最早之前的那种版本。对，哎，好怀旧。我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式，多少时间内可以飙到四十秒？对。消掉的声音真好。对啊，蹦蹦。三十秒，然后这边会显示每秒钟的方块，
就每秒钟放几个方块这样。哦，三个这样。三点三。那一把要挑战一秒叠三个这样。对，世界纪录是5.5个。5.5。一秒叠下去5个。对。太顶。然后再第一名是28秒。然后这个还有很多模式啊，像是消往下消可以消花多的时间消掉方块。这样等一下我先设定好。等一下，他看到这个模式，他可以挑大方块，那么大方块，哇，这样，好可爱哦、喔！我看来太好玩了，有点满，有点满，看，难度颇高啦。他是这样，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往下削的那种模式，那个蛋好像大了很大的那个扑克牌那种感觉。要积分的，看你生存。可以转，就可以积分这样，然后combo也是加分，看你可以活多久，然后得多少分这样。生存，对，生存，会等下会越来越快，大概是这样。好，现在我们好玩的游戏，我们在玩那个。TOP 就是等下双打的，也是义达擅长吗？算是他擅长。TOP 就是专门玩这一块，就对了。对对，他有写主打主玩 TOP。TOP 我们。那后面的现在可以那个两个画面吗？对，两个 PK 是不是？对，两个 PK。现在可以带他们两个画面吗？他们两个要 TOP PK。好，没有人理我们。他说一次整一个，没办法。哦，一次整一个，那我们就玩三战两胜，还是你们要几战几胜？那用他的画面好了，他比较快。好，那用那个义达的画面。哦，他对战的时候不是可以看到对手的画面吗？玩十一那个打到十一分吧，谁先拿到十一分？打到十一分，就看谁先抢十一。好，那我们先开局。游戏画面，好，没人想理我们。好啊，现在是放纵事故的一种。好啊，玩家进来了。我看了需要一段时间。干嘛呀？那就。因为想梳理一下。有。现在是义打的画面。然后可以输入密码，就是四人房。哦，反正也是网络游戏。对，然后这个可以看到人家的那个，可以啊，可以看到对手攻击力啊、速度跟那个这些属性这样。这还有攻击力。就 back to back， 就连续记这样。那你们刚说你们的规则是谁先拿到十一分就赢吗？对，我们是先私底下这样讲好，然后可以打招呼这样。私底下讲好啊，我有很多表情符号可以选择。嗨，坑爹啊！快乐的啊！开始吧，阿六哥。一个，哇，左边是一打一打，右边是小花，这是 battle 画面华丽。第一场是小唐赢，是不是？这是一个激烈的快速推广。好，那第二场。如果我们在那比赛时候刚刚讲到，会让他们一定会还好。哎，小唐说还好。那所以你们是一场一分，还是怎样才能算拿到十分？下面有一个细节。现在比赛会有计分。哦，比赛。很薄。在哪里？哦，有看到。超绝打很薄。两胜，左右排。规则是超过超级超过，谁先拿到十分谁就赢。哦，小唐方面没有放快表情。这个应该就是最佳状况。哦，因为我现在是一打二，现在看不到。接下来的游戏就可以选。哦。就是这个游戏出的比较早，2006就出的。哦，好早哎，一段时间。超级连结制超过。一打一个。我会丢反打，又丢两下。哦，一打要血食了。哦，有。看来这个就是超薄一打下去的差不多。哇，我觉得用格斗游戏差不多哎，其实蛮像格斗游戏的。哦，你是用方块格斗？对，可是也有类似的，就比较细致的都有。还有，这是双踢转。双踢就是排两边就两个踢转。然后我们小唐，
一然握的整个这样子一次下来，是不是？这个他刚刚在暖身，他现在已经有 feel 了。体力，刚刚是体力打的，还有个 UC， 现在是22，两边都不是都在哪里？是不是很努力？这样。所以等于谁先拿到十一颗星，谁就赢。对，我们是这样讨论好。哦，好，那现在是双方都各拿了两星。对，其实怎么讲，拿到一颗星就是打完一场。是。不像是那个 Fatal Battle， 就是五 KO 才，五个五次才算赢那个赢一场，就比较花时间。好，一打赢一场。一打三星，现在3-2。可以了，这个外星人。哦，还有一次是可以吃好的。还有，一打就来势汹汹，超级反打。现在一打已经四颗星了，五颗星了，只有下面那个五星，然后小唐是六星，非常节奏很快，一打这不愧是 main POP 的，超猛，突然很快，对啊，双 P 转，看不懂，对啊。感觉查就不是他在，他就是有现在的20方块，其实有20方块，大概都是可以上。嗯。对，有一定的规则。然后有的游戏还有 L 转，直接转 S 转。自己转 S 转。对。那这个是 L 转。是靠近。哦，有看到。对，有些有的游戏可以把它设定成加成。哦。一次交很多行，基本就一次可以给4行以外这样。在一个刚讲完就打，可是这一场也应该只打1分钟而已吧？刚刚没有，刚刚那个应该有2分钟。哇，这个地好漂亮，对，那个地的。哇，这张帝王十字架。帝王十字架，还有超市名哇，然后还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就讲一个第一转。哇，好猛哦！这是玩到很进阶，帝王十字架超级重要名词哎。好玩。你俩现在喜欢选炫花？炫花一定是一个男生的概念。为什么小唐打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就是一次四秒控？因为怎么讲，我攻击一次四行的话，就是一次控掉。他就控制，所以其实一格一个 combo 比较安全，就是会给人家比较复杂的方法。有的时候太单调的攻击会反而让攻击对手容易反击。要开太漂亮的方块，不同攻击方式送对手东西也不一样哎。就是方块的顺序会有差异。现在一打已经来到9星了，小唐2星。我是卖 TOP。对啊，一打刚说我
专长就是 PO， 果然。他都是一直 combo 的时间，那个用掉对手哎。来，来到最后一场了。如果一打赢的话，因为一打已经拼牌了，实心。好，这边直接哇，超级厉害。我不会反击啊。你休想！心甘情愿。益达说：“我就是要。”OK。告诉我现在在哪？因为抢的是一个鸡蛋。没有办法参与其中，太难。这是怎么讲解？哈哈哈哈哈！然后上来是有人讲解，哇，好猛哦！结束了，益达赢了，十一胜，先拿下十一颗星，太猛了！欸、我想要问益达，就是这一款 TOP 跟其他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你只专练这一个？差别在哪里？因为都是俄罗斯方块啊，然后也都是由你攻我来这种，就是有规则不一样，规则不一样吗？像刚刚那一款就没有 T spin 什么的，然后我就擅长 T 转，对。我们是凡人，要讲中文，所以主要是差在这个设定上而已嘛。对，就规则上。哦哦，刚才那款是比较偏向 combo 的。可是你 combo 也 combo 得很厉害啊，还是因为有踢转关系？对，你喜欢踢转。对，那两位都是比较喜欢做踢转类型。嗯，我算是比较喜欢玩另外一款，那款我比较擅长。就是刚那个 C 那款吗？C 那款，可是刚刚有点 lag， 我觉得啦。哦、oh, ，就是最开始第一款玩的。就是刚刚有组队的。嗯哼。嗯，那一款有啊，这边有。这样子会不会分派系啊？就是明明是都是俄罗斯方块。嗯，有些人只固定玩几款这样。嗯哼。哎、欸，等一下你们比世界大赛的时候是哪一款？是另外一款叫 TFO， 就是 Tetris Friends， 俄罗斯方块朋友。哦，那一款是世界专用，大赛专用。主要因为之前日本的倒了，就是这个原本是日本的线上的俄罗斯方块，那倒了之后，大部分日本玩家跟韩国玩家都跑去那边玩。哦，你说 TOP 原本是日本的、哦？对，本来叫 TOJ， 就是 Japan。哦，那 TOP 是就是它伺服器在波兰。波兰，对。哎、欸，可是我刚刚看到它是简体，是翻译的吗？有人汉化。哦，汉化，原来如此。好 ，OK， 那。好啦，那我们这边也是时间差不多了，真的很谢谢两位，我们带来另外一个世界，真的非常精彩哎、欸，完全没有接触过哎、欸，我们三个刚看目瞪口呆，而且真的这个超好笑，我刚刚在看那个小帅哥跟那个，我们三个都，然后每个人看的表情都是。什么东西？呆掉，外面大概就是，对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哇，恭喜你成功让麦卡贝大家变喜爱。对，每个人都流口水出来，真的是很厉害。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我们进个五分钟广告，哎，休息一下。谢谢。煮蛋大